够吧？还有谁还没回来？对，回来。我回来了。啊，怎么走啊？我们连拿个两场胜场吧。我很想啊。所以我不会再玩上路题目了。没关系啊，你如果真的想玩，我们也不会阻止你。会被跟我打，容易被 counter 吧？我觉得跟我打英雄联盟最开心了，因为我跟我打都是欢乐场。喵喵。背个酒桶跟十碗，哦，背呢？酒桶是不是？酒桶哪里啊？变掉了，已经变掉了，已经变掉了。那所以怎么走？所以怎么走？快快快！我想玩基因科斯。好，你玩基因科斯。那叶子嘞？你想打中吗 ？Jungle 以外啦，都可以。中也好。你们还想变谁？嗯，我没有哎、欸，我没炸。我们刚刚还遇到什么很讨厌的？勒布朗好了。我不喜欢。叫个名字。嗨，怎么走？你们要怎么走？反正身体 AD 啊啊，我就是 jungle 以外都可以啊，我也可以 jungle 啦。你们看你们啊。高雄，谢谢订阅。谢谢八七补补，八七晚安。欸、如果卡特再放大，然后葛雷夫放他那一个，有用吗？没有。哦。天哪、啊，卡特琳娜怎么办？就选一个康特他啦。哪一个康他、啊？嗯，安妮还可以吧？安妮可能可以，会晕的都蛮康的、啊。所以我上嘛。哦，好像玩夜局哦，玩夜局好了，好，你玩夜局啊。说什么？欸、可是安妮就是他六等之后被他转爆，没关系，他转你就晕他喽。你想玩克里斯塔是不是他六太？我不会啊。我可以玩艾希，不对，我可以玩索纳。我用卡特的时候，你玩 AD， 遇到安妮都蛮开心的。真假的啊？因为安妮很软啊，很好秒。啊，还好吧，安妮也蛮坦的吧？那你就出个时光。我不是时光流啊。他把我吸血鬼想走了。那你就、啊、那你就先直上惊人啊！我选纳尔就好。好。你如果怕被他秒的话，你就先出个仿装啊，惊人或者是出时光的话，惊人，不然就殡葬。史考特。不是史考特在讲什么？卡特。对面是那个哎、欸，那个谁啊，菲拉哎、欸。Jungle。对啊。好可怕！我天啊！我是不是要玩其他局比较好啊？嗯。菲斯还是？等下，格雷夫真的吗？我没有看过你玩格雷夫哎、欸，我会玩啊。哦，格雷夫会比较好吗？嗯，你觉得比金克斯好一点啊？哇、哦，天啊！我看到墨菲特就，其实感觉上西维尔会比较好啦，多一个盾可以挡指定技。可是，对啊，不知道。嗯，上路也没会几个。那儿炸的。我要去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吃。吃吃吃。
按个广告看有没有广告。我觉得他们很饱饭。嗯哼，他们阵容，宝哥，好，哎，啦，谢谢卢比。看我的滑鼠怎么？卢比，谢谢。哎，在吃什么啊？感觉很好吃。一口酥。哦。干，一口吃一口酥就输了。不吉利，不吉利。你刚刚瞬间哀嚎声说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的 hip 情报网又来了。他说：“对面 jungle 上一季白金，这一季金儿，嗯，然后嘞，意思就是打 jungle 就对了吗？没有啊，他都会跟我，他都会偷查对面的战绩，然后通报我，超级贱民。那你要查全部吗？那查也没有用啊，都中了。对啦。”欸，这还蛮好吃。倒不如去睡觉，你又不会打英雄联盟，我就当不能跟你玩啊。看你可以跟我玩，伸手也没有用，你就是不会打英雄联盟啊。我要割腕哦！靠腰，我要吃九级啊！妈逼！妈逼！妈逼！谢谢谢谢，可以了可以了，谢谢，可以了可以了，谢谢，谢谢谢谢，哇，情意相挺也打好多下，好怕你死掉。这样有点难吃冰。哇，哦，夜曲果然软多了，体质不好。不知道吃这个红会不会要了我的小命儿。哟呼！
哦，上路这么压哦，屌哦！干他超强的，干可以啊，你很强啊，相信自己好不好？那我要改成古力大哥大，干谷歌大，谷歌大 ，Google， 没错。哎，我们上去给他一点压力，给你一点信心，把他的压力啊，有河蟹。哦 ，Heap 情报网说六三队的吸血鬼金四，我来了，卖萌。哦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你可以单杀了。我不行，我不行，快杀他，杀他，杀他，杀他。好险，好险，谢谢。轻翼枪艇帮你插个木柩，超级轻翼枪艇。不怕，不怕，不怕。他快死了。飞爱哦，飞爱哦，上路。刚叶子说不怕不怕，好像妈妈的感觉哦。飞爱上路，那我回家了。你要走了，他就直接冲进去哦。你刚直接推哦，推到底。啊、飞爱在上路，那我也要去上路哦。偷吃兵。那我对吸血鬼，那我对吸血鬼，我应该要先什么啊？先出什么啊？一个叉歪的眼睛。对，我看到了。啊，出一个叉歪的眼睛。不是，要把要是超啊，先出个吸魔剑好了。吸血哦，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或者是女妖直上。不要女妖好了。女妖现在有，哦，可以，可以女妖，也可以女妖。刚突然有一点逛街了，我看那不见了，我看那不见了哦。啊，中路不是卡特吗？对啊，我说卡特不见了哦。我看那不是我们这一队的吗？我们刚刚不见了，我在看。Summon has disconnected。真的不见了。飞在这里，飞在这里，飞在这里，小心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所以我靠左边。看，靠左站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退哦，退哦。啊！往这里走，往这里。啊！有没有打？有没有打？直接打了，直接打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。给你捡个位。好，赶快出来。哦，干，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你可以。吸血鬼下去，吸血鬼下去。再给你捡个位。吸血鬼，吸血鬼，吸血鬼。吸血鬼要下路，还有吓一跳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关灯，我关灯，我在飞。去。我在普攻，我在啊，我对不起啊。我的熊熊是血气不通的。攻他小。我在。我差个眼。可恶，我是飞熊。可是我的狗又开始跟它尾巴打起来了，怎么办？该阻止它了。可爱哦，好可爱哦。超影，拜托你不要把你自己尾巴吃掉哦。台风天放假、哦，没有兽医哦。你会自己自生自灭哦，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、哦。来拿蓝，拿蓝，帮你拿蓝，拿蓝我就回家了。来呀、啊！再打一下，谢谢。非常好。不好意思，外面雨下好大哦。再偷吃一个狙击好了，我贪心。贪心哥，我在十秒打，有眼吗？这里有，有吗？他们感觉没感觉。哎、欸，我在打野。看烧饼，看到我差点被狙击了。哇，糟糕了！有我，有我，有我。所以，哎、啊欸，抱歉，抱歉。晕、他，晕他。卡特在上路、哦。晕了，晕了，晕了。卡特传送了，卡特传送了。卡特是。卡特是对面的 A A D。这。语无伦次。真的。正在闪现，抱歉。
欸，他在干嘛？对啊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，太神秘了。他想说他很坦，他很快就吸回来这样。哦。还是可以签啊，我直接干掉他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很多都没有讲话，很无聊。因为我现在很认真，我们现在 BO5。厉害厉害。你有演吗？你有带演出来吗？我普通演，好不差。感谢。看我今天一整天都不会冲我笑啊！为什么突然变音？还不是你带领的风潮。我知道那个傻二眼。哎、欸，我的飞镖怎么？怎样？那个我至少重播十次。别这样！我被小鸟打死了，耶、yeah, ！我活下来了。我要再去一次下路，屡试不爽。对，快来下路收头。来了，我等下去，我等下去，我等下去，有闪，又有眼。卡特哦，卡特也下来了，太快了，你太快了。杰西卡闪现哦，哦，注意哦，卡特哦，卡特在这哦，不要追。啊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支龙哎。嗯，算了，有点。哎呀，卡特我冲小了！哎、欸，我不行。你们少爷，下路小心哦。嗯，好。Everybody is at 下路。我们在蹲什么、欸？哎，不要蹲了，不要蹲了，不要蹲了。那个他 AD 已经要活了 ，AD 已经要激活了。哦，有我笑他血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打可以打。靠背，注意哦。小龙应该可以了吧？南哥想要塔杀。好，那我把兵推进去。哦、不贪心，不贪心。没有，先兵推进去。这个这种时候就可以贪了。这个时候就可以贪、啊。OK。这种时候有晕就可以贪了。这个不贪，对不起自己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只有坦塔？然后我怎么有坦塔很不错啊？那不然这个红眼给你嘛。好好好，还可以。快点哦，快点速吃哦，上路下来了，不是jungle下来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来吃和谐。开始上路被推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超级优势，也是齁，交给你们啦。可是我没办法阻止吸血鬼在吃兵呢、欸。翻六等，嗯，翻六等怎么那么低？啊，零三零啊！卡特哦，卡特在下路哦。嗯，我来了。吸血鬼不在啊、哦？你要追他吗？你不追要拿来吗？吸血鬼不在哦。吸血鬼来了，干！是不是可以直接去下路？我十秒大。我十秒大，哦、他们看到了，我们先吃蓝好了。嗯。谢谢。再看一下。我吃掉。耶、yeah。中路不见了，上路小心哦。上路中路可能会走这里哦。哦好。好。我要去下路。你看你要不要红区插个眼？啊，我已经插这边了。哦，没关系。有眼是不是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过去了，小心被蹲。哦，哦，有眼有眼，
有点压力就好了。我再猜，吸血鬼下来了。血鬼在这，血鬼在这。好，一个盲 Q。嗯，没中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了。超蹲的吧，超蹲的哎、欸、，Camp Party。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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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哇、欸！哇！先 Party！ 哇！全部都在退了，退了，退了。智商压制。上路推哦！我在推，我在直接推哦！传送了，谁传送？卡特哦！你好像挡得住他哎、欸。嗯。哦，这个是。就等一下就被秒杀了，差五块钱。不会，你一定挡得住他。你有吸魔剑，又有小斗篷，你一定挡得住他。干嘛？他只要一波转不死你，他就没胜算。他是中路失利，所以跑来这边，是不是？嗯。中路实力讲的好像他是战国时期的人。中路实力。现在军头排位是同一 BO5。他在中路一遇受到了挫折。那个聊天是钓鱼的，不要理他，没关系。怎么个钓法？好紧张哦！我打这个河蟹到底会不会死呢？好像快死了。你遇到卡特了。但不要紧张，我比他飞。好、啊。你要干嘛、啊？你要干？哇、哦，好多人哦！不玩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翻过去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翻过去了。我们也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干，对不起，我骄傲了。哎、欸，干干，安妮你来了，拍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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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，我晕到，我晕到了。翻过去哦。谢谢。干，没助攻。谢谢。但没想到靠你 carry 太爽啦！抬掉他血，他残血，他不用怕。啊、可是小心犯哦！哇哇，好多人啊！哦，我、哦、干、哦哦、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假的！不要过去了。哇，莫菲特很会，到处跑线呢。没有莫菲特。丢。有啊。我说莫菲特没上来。有啊。有啊。莫菲特在这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看好猛哦、喔！莫菲特，你们刚……所以你刚刚就继续推下路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没关系，你们去 A 中塔。可是感觉要不要从河道那边过来？从这附近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嗯，这个可以 A 掉，哎、欸，中塔可以 A 掉 ，A 掉就敢直接退。哦，不 A 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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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忍住。吓死你了！45秒，小龙。我来了。有哦，神盾。神盾局。六探有传送吗？有。等一下龙战的话就哦干这个神。哇！哇塞！啊，哎、欸、，yes yes， 真的假的 ？yes 真的假的？没有，我就是单纯跑不掉，没办法。吸血鬼有点稀耶、欸，真的，可能会掉龙哦。啊，他出书了。应该不会掉的。嗯。我复活。晚安，睡觉晚安 ，Steven。他们现在要去吃了，要弄了，应该很快就吃掉了吧？哎、欸，他们刚开始吃、欸，哎，现在吃，他没吃，哎、欸，在吃，打吗？打打去，直接去，直接去，出了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啊，来不及了，好爽，没打，后面有卡特，啊。
干，抱歉啊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打，因为每次都是还没有打我就结束了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传。哎、欸，小心嘞！啊，都来了！等一下。我知道我有传送啊，我抓不到时间传，可以吗？看叶子，中路剩一个叶子，传过去干嘛？我防装，他们好像，哎、欸，不知道怎么出防装，第一件出什么比较好？女妖，莫非特罗走过来的？下台还有很多血吗？哎、欸，还蛮多的。我们在中路。靠！要真的还假的？嗯，遇到人。哎、欸，我。哦。Sorry， 这场真的是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打，我不知道怎么打，有点难压，哎。有点怕怕的。他们在这。打他。好。拿掉。先拿，先拿。超多人，里面很多，里面超多人，啊，你多了有没有被包了？对啊，这里位置不好，这边有没有？啊，算了，可以，都被插眼了，吸鬼上路，不想秒饭、欸，我秒掉，秒到一秒啊。哇操！真的，前面两个人，妈的，队友都被杀爆，他们那边两个人。先打卡特哦，啊！干你娘，拍谁？哇，这无法。抱歉。你们蹲。哦，神 ！Rein 0919，谢谢。回了，那个塔放了。他们特服叫下一座。哎、欸，龙是什么时候来祭吗？没有。干妈的，刚、欸、他们不走哎、欸。小心，他很强，吸血鬼很强。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。好好险。哦。啊，一个盾挡不住。英雄横的五大之一，我能反杀。哎，两只猫在电脑桌旁边绕，我觉得我等下被那个飞爱，他真马不用，不要。追不到了、算了，不行。那河蟹看能不能先吃掉，因为那个小龙可能快出了。来啊！下塔，退一下。走啊！为什么麦贝贝播我啊？我也白痴了，摸这个。Yes， 哟，谢谢叶子，太好了，可以打龙了吧？出了吗？还没。嗯，什么时候才出啊？我要被包了，我要走了，我不能贪心。这边有两，上面有两只。不能贪心，不可贪。不可贪。吸血鬼。
我觉得我应该要贴那种，就是会贴在面店的那种标语。莫生气，我回补哦。龙应该还没出。想问一个问题，说说平常会化妆吗？不会啊。哎、欸，蓝杰西卡汉，要来啊！你在吗？好好，蓝过去了，不要强调。来，赶紧拿走，跟吸血鬼。啊！哇，来不及，吸血鬼来了，快！得到了，要不要？不追！那龙呢？我们现在状况不好。可是好像不能放哎、欸。可以去骚扰啦，如果能打就打，可是我绕这边要抓得到对的人。哎呀，耐心等待，打掉了，吃掉了，对的人。几个怒？快哦！敢打一个青蛙吗？少一半血。S858什么的。2296，这你数字太多了，谢谢。中路不打，我不在。中路不打啊！啊！干，先出腰带好了。Again， 今天不适合打，我觉得。我是。我觉得我们第一场打的还蛮顺的、啊。可不，我第一场可能因为他们快收价了，所以打得很急。我第一场也被压。对啊，我第一场也被有吸血鬼上去了，也是输线的。输线没差啊。拜了，我再弄下去，他也要起来。我们是会战型玩家。我们是同台型玩家。欸、我想开，可以吗？开谁？因为他们这两个都秒不掉吧，可是两个都秒不掉。我不换来了，换来了，那就先吃饭，开动喽！开饭！哇！不，我要被开了，被开了，没关系，可以打吗？可以秒掉他哦！这个大，六蛋，这个大狙太猛了，对啦。自推三个哎、欸！啊，我还是被烤死了。哇！丹迪，不行。哇，这是他有史以来拿到唯二两颗头哎。有史以来。但杰林跑到我聊天室说。我们忘记他的好。傻笑。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我出正分可以吗？可以。女妖之后，我说要出。我才不会忘记杰林的好。谁在那边传送想推塔？哎、欸，你小心点。好、啊。我喝的是金星，可以，我有大。我最喜欢喝的啤酒。杀那个饭啊，不然他肥。我不在啊，我在推上啊。还是爆了，干，算了。究竟我能不能安全的推掉这个上塔呢？还是会直接死呢？哦，快走！摩甘娜也在，好，太好了。没关系，八龙。哎、欸，干，阿丹吃是不是？是八龙哎。带着玩。
觉得怪怪的，怎么不见了？哦，干，糟糕！好，哦，干，后拉后拉，我在拉，我在拉。吃掉了吗？没有吃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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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、啊。那是两个人吃巴龙，是不是？对。可是其实他们快吃掉了。半血吧。如果叶子没发现就吃掉了。哈哈，哈哈。这时候可以问你的海苔打哪来的吗？丁浩买的。海苔有很难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吗？耶、yeah ，先走先走，然后小龙先布个言。刚有计时间吗？32分吧。蓝哦，那有发现？你去吃蓝。好。谢谢。哥，好想赢哦！我也好想赢哦！我真的前所未有的想赢哎！我也好想赚大钱哦！前所未有想赚大钱哎！你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贪心哎！拜托，我的行动代号就是贪心啊！下去喽！啊！我在啊，我在上啊！我靠，超级来追我！我超级离开，不要推摇推到底哦！我在分推，他们都在这边，我就分推。小龙应该是要出，可是也没办法打吧？出了，他们吃很快啦，让他们吃吧，你守着就好了。看我能不能硬换换。会很难打。三龙，没关系，五龙有毒啦。咦，吸血鬼在我旁边。我们快推到底吧！推到底，推到底，推到底！我在分推，推到底。他们五个都在，对不对？对。一起守中，你要是在推，你有可能过去了。对，要来了，不知道。欸、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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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！只有两只在这。让我升个怒，让我升个怒。好。你要吃药？不是，让我集个怒。啊。那个红先拿掉。你要是他们在追你了。哦呼！没有救不到哎、欸，救不到算了，你吃红。哎、欸，小心哦、喔！他巴龙掉，守啊，守就好了。我吃了，你吃你吃，你吃你吃我不用。不是啊，我再打我就变大了。我吃哦，他们在吃巴龙。对，闹一下闹一下。真的假的？不好吧？哦，没看到小金啊！哦，哎呦，好像可以哦。哎，碎哦，叔叔打死了，强强强！靠 Sandy 的神州位了，碎强啊！厉害厉害厉害！上路上路有钱喽！上路中路，然后我去推下路，兵线推一推。我的表演是有一个人说讲话有点可爱的女生是谁啊？应该是六探吧。没有错。你这样问的话，我真的还不知道该回答是谁。应该就是六探了吧？先退了。啊！这样打起来有点焦虑。对对对对。巴龙他们吃掉的、欸。你要出了浩战出了，然后出什么啊？蓝盾啊，蓝盾好吧，蓝盾好了。嗯。哎、欸，还在追，还在追。盾哦，我觉得你出个魔防哎、欸，魔防、欸、魔防很高嘞。好，蓝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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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不让我们回啊！不行，要守。那塔就掉了、啊，塔就掉了、啊。守守守，少一个吸血鬼可以守。我干尿，我死了！哇，快跑快跑，你跑你跑。不秀。我血很少哎、欸。他们会不会都有巴龙？
他会想撞哦。二塔一定守得住啦，可以。他们吸血鬼在分推，小心哦，不要被开。吸血鬼不要走在一起，不要走在一起。吸血鬼走过来了，要开趁现在哦。好。好，我没闪。飞在旁边，小心。飞在旁边，小心。我变大，他们不会开了。你敢这么厉害？哦，马上被打脸，我被控了。哇，我杀不掉卡特，好吧。哇，剩我了。哇，进去喽！我的惊人，天哪！他们开是很有系统性的，他们先撞，然后飞来打我。厉害！哇，守护女神，守护女神，守不住，守不住，太硬了，不行，好硬哦，那个吸血鬼，真的，我再剩五秒了，欸、我一个还吸，我靠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太硬。太强了！真的输了，干，糟糕了，我们剩两场机会了。A 太低了吧？讲话有点可爱的男生是谁？应该 Sandy 吧？超反的、啊。切个播广告，谢谢 Jeff， 最可爱欧尼亚之靴，谢谢 Jeff 330039。